我是来自屏东雾台乡罗北族的有为青年。有为青年，应该不算青年了啦，我已经算社会族了。两个爸爸了，哎，不是，什么两个爸爸？我怎么可能会有两个爸爸？两个小孩了。好，我叫苏拉。讲错了吧？是两个妈妈。两个小孩很开心，那个还没结婚。铁花村十周年啊，祝铁花村生日快乐！也祝在场的听众生日快乐。正常的听众，在场的听众幸福健康美满快乐啊！谢谢。好啦，这是公务员啦，所以有一些你知道祝贺词会比较官方。卢米，可陈可准。退合，从你在意，重写，吞吐的重写的，来演发写，对不起，我打错字，对不起哦，侮辱了公务系统，我那个一直在笑的应该也都是公务员哦。好，请问在场是公务员的，请举手。罚抄，没有人敢举。局长那么举，我们也看不到呢。没关系，你们举，我们看不到。好了，开玩笑的啦。第三首不简单的这首是什么呢？讲出来会吓死你们哦。它是一种很想人家的歌，它叫《想你》。对，这首歌也是你知道，就是所以那个就是没办法，男生跟女生没办法在一起的时候，所以会很想人，所以就会你等下也可以打电话给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或老公或老婆唱这首歌。And number three。我有看到一个，现在都不流行叫小三，都讲 number three。光点下有一个外国人，看我们去过加拿大，我们来唠一下我们的英文。啊，那老加拿大，哎呦，你不要再讲加拿大了，刚刚发哥有提醒，不然有人会生气。搞不好是法国人呢，我都去过大陆了。因为我们其他人都有去加拿大，有一个人没有办法去。大陆还比加拿大好。首歌，他唱很思念的人，很思念人的时候唱的时候的歌。啊，原来我蛮爱唱歌，对，第三首。这首歌叫做《想你》，Rock， 一点不 rock。Yeah.
你有开始想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了吗？中场的时候再打给他，因为你会错过 其他的情歌。漂亮，是刚刚都是国语北京话的，现在换一下别的语言好不好？没事的，没事的。我本身是阿美族，所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阿美族唱的歌曲，它翻成国语叫做盼，左顾右盼的盼， you know。 所以它是发生在日据时期，一个老婆在等一个老公的时候，因为老公被征召到日本南洋打仗还没有回来，她就一直左顾右盼，每天都在等着他回来。她听到外面的风咻咻，好像有人在叫她 hello hello 这样，她以为那是她的良人，良人就是她的先生啊。国文里面都有介绍，就是良人，良人 OK， 不是两个人。然后所以她就是一直很期待她的那个法院奈啊，不，男生回来，对不起。然后就写了这样的歌，这是日据时期的歌啦，差不多跟马兰姑娘同期。我不知道要问发哥啦，待会发哥会介绍。又挖洞给发哥跳，对不对？啊，接下来这首我们很荣幸的邀请，既然是阿美族语，那我们当然一定是邀请泰雅族的女生唱。这首歌我学很久，所以待会那个法译可能我的发音不是很标准。其实我爸妈已经开始用电脑难得打评分表。哎，就是。好了，今天那个阿廖的爸爸妈妈有来到现场。没关系，待会再介绍啦。就是比较安静的那个就是我爸妈。谁啊？那么多人都那么安静。好了 ，OK， 那就带来这首《乌鸦与淑女》。因为它的开头很像乌鸦语。对，它第一句开头很像乌鸦与淑女，大家注意听了。可是它是阿美语。好 ，OK， 这也是情人的歌哦。Yes， 今天上半场都是给情人就对了啦。好，不是情人照样听的。那你先好了。好了，我先了。他已经没有麦克风了。
山上起舞了，我该走了吧。